住家商店它都有，一层楼二层楼住家商店它都有，高高楼放声向天，搭乘电梯真方便。一层楼二层楼住家商店它都有，一层楼二层楼住家商店它都有，高高楼放声向天，搭乘电梯真方便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你家住在几楼吗？需不需要搭电梯呢？你会按楼层的数字键吗？在电梯里不可以跳，也不可以随便去按紧急按钮哦。层楼住家商店它都有，一层楼二层楼住家商店它都有，高高楼放声响。